在你心目中什么是爱情？ Love 是有一个人 make your life complete。 很多人以为我很有毅力，我的毅力有大部分都是来自 Eric。 有个人肯同你一起去成长是很宝贵。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你，这个人我一定会揽住他一世不会放。因为他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当中，都不需要额外再放在另一个铺头。陪 Sugar 探索十二个爱情故事，不同背景，不同经历，因为爱情，为了对方，他们什么都愿意。星期一起，星期一至五晚10:30。